是的，这一起意外是发生在日本时间下午的5:47。事实上呢，我们从台北飞过来的时候是在5点的左右呢，是降落在这个地方，而没想到呢，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呢，就传出了这一起意外。而我们现在呢，是在羽田机场国内线5楼的观景台，而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现在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在我背后的这一个日本航空的班机，它目前是还是不断的是在起火，甚至还有冒烟的一个状况。而除此之外呢，这个机场的消防人员是已经到飞机旁边，是开始准备救援的一个工作。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掌握到的这一消息是，这一架飞机是来自日本的新千岁机场，它今天是从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准备在下午5:47左右呢，是降落在羽田机场的时候，结果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知却在机跑道的地方呢，是撞到了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而造成了这一场空难的意外。而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呢，这一架飞机它上面它使用的呢是空中巴士的 A350 客机 ，A350 型的客机，而它的飞机上呢，一共有300多名乘客，另外呢，还有包括8名的婴幼儿以及12位的乘组员。而根据整个日本媒体的报道，事实上呢，在飞机发生意外之后呢，日本是紧急的启动了整个救援的机制哦。而现在我们在机场这边，其实也可以听到这个消防车的声音是不断的响起来，似乎有从其他地方继续的来调动消防车辆来到机场里面来进行救援哦。而现在我们透过画面，其实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这飞机的这个火烧的状况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而这起意外是发生在日本时间下午的5:47，而它是这一架从新千岁机场准备降落在羽田机场的日本航空的航班呢，是撞到了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因此造成了这一次的意外。而至于刚刚我们提到，其实日本航空是有安排这个飞机上的乘组员以及乘客呢是来进行逃难，不过呢，整个状况目前为止这个逃难的状况到底是怎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前面其实现在是没有办法的来掌握的。不过根据我们在现场这边观察到的状况，除了这个飞机是继续的在起火，而且不断的有传来消防车辆的声音之外呢，事实上刚刚我们在5楼的观景台这个地方呢，还不断的有听到爆炸的声响哦。所以可见这个飞机呢，现在可能这个救援的状况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而现在呢，1月2号，因为刚好就是日本年末年始的新年假期的时间，所以其实在羽田机场这边，我们刚刚在下飞机之后也遇到了非常非常多日本的旅客哦，因为他们是趁着年末年始的假期呢，不管是要回到这个回家乡，或者是要准备要回到东京来工作，今天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哦。而现在呢，因为整个羽田机场的西跑道是处于关闭的一个状况，所以接下来呢，这些旅客要花多少时间来疏散，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以及让我们来观察哦。而再为大家整理一次，这是在日本时间今天下午的5:47，一架日本航空从新千岁机场飞往羽田机场的班机呢，是在降落羽田机场的时候，在西跑道撞到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因此至少造成了这一场空难的意外哦。而这场空难意外到目前为止，到底会不会造成更多的伤亡，我们可能会在这边会继续为大家观察。Thank you.